哎，这不是那个老板吗？上次搞了一条26斤半的，你看是吧？上次那个能不能采访采访你什么感觉？啊，就像挂了一个那个木头啊，挂底了那种感觉。像挂底的感觉是吧？啊，就这个网吗？三指的吗？对，就这个。哇，这么厉害吗？啊，哇，这里面这个看到没有？二十六斤半的干起来了啊！就在哪个地方啊？就在那个木头旁边。啊，就这里哈，26斤半看到没有？对对。 当时没有人给你拍视频，没有，就我一个人。对，当时就一个人，没有忘了拍视频了。啊，等一下给你看看那个鱼啊，不方便。嗯。